大家好，这里是网络天空，我是歌手雅雅。现在为大家介绍到的这个麦克风是 Superlux 的 CM-H8A， 就是这支麦克风。那我接下来带来的 demo 是下雨天，你们听听看。下雨天怎么办？我好想你，不敢打给你，我找不到原因。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很熟悉？沉默的场景，做你的代替，陪我等雨停。期待让人越来越沉迷，谁和我一样等不到他的谁？爱上你我总在学会寂寞的滋味，一个人撑伞，一个人擦泪，一个人好累。怎样的雨，怎样的夜，怎样的我能让你更想念？雨要多大，天要多黑，才能够有你的体贴？其实没有我，你分不清那些差别，结局还能多明显？别说你会难过，别说你想改变，被爱的人不用道歉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网络天空，我是歌手雅雅。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到这个麦克风是 Mike Volume 的 UP990，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盒子，很轻巧。接下来为大家 demo 的歌曲是下雨天。下雨天怎么办？我好想你，不敢打给你，我找不到原因。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很熟悉？沉默的场景，做你的代替，陪我等雨停。期待让人越来越沉迷，谁和我一样等不到他的谁？爱上你我总在学会寂寞的滋味，一个人撑伞，一个人擦泪，一个人好累。怎样的雨，怎样的夜，怎样的我能让你更想念？雨要多大，天要多黑，才能够有你的体贴？其实没有我，你分不清那些差别，结局还能多明显？别说你会难过，别说你想改变，被爱的人不用道歉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网络天空，我是歌手雅雅。那我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个麦克风是 PCK820 这支麦克风，那它的壳是长得这个样子的。接下来为大家示范的歌曲是南拳妈妈的下雨天。下雨天怎么办？我好想你，不敢打给你，我找不到原因。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好
好熟悉，沉默的场景，做你的代替，陪我等雨停。期待让人越来越沉迷，谁和我一样等不到他的谁，爱上你我总在学会寂寞的滋味，一个人撑伞，一个人擦泪，一个人好累。怎样的雨，怎样的夜，怎样的我能让你更想念？雨要多大，天要多黑，才能够有你的体贴？其实没有我，你分不清那些差别，差距还能多明显？别说你会难过，别说你想改变，被爱的人不用道歉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网路天空，我是歌手雅雅。现在为你们介绍到的这个麦克风是 Mic Volume 的 UP992，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盒子是长这样子。接下来为大家 demo 的歌曲是下雨天。下雨天怎么办？我好想你，不敢打给你，我找不到原因。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很熟悉？沉默的场景，做你的代替，陪我等雨停。期待让人越来越沉迷，谁和我一样等不到他的谁，爱上你我总在学会寂寞的滋味，一个人撑伞，一个人擦泪，一个人好累。怎样的雨，怎样的夜，怎样的我能让你更想念？雨要多大，天要多黑，才能够有你的体贴？其实没有我，你分不清那些差别，结局还能多明显？别说你会难过，别说你想改变，被爱的人不用道歉。